交警抱摔袭警女司机，上演教科书式执法，碰到女子推搡怎么办？告诉你什么叫教科书式执法，是不是看着很生气？舒爽的在后面，交警在进行多次警告无效后，一个夹紧摔带跪压，直接把女子控制在的，估计该女子当时都懵了，叔叔家敢打赌。